老婆，你敢相信？好，我现在逃跑吧。操你！来吧，谁？还不快点开始？开始！哎呀，看我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！哎呦，看我二段跳，你会吗？哼，别在那里呆呆的，还二段跳？你也想耍一下你刚学的二段跳是吗？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、啊！嚯，呀，秀！来吧，我是六号。嘿，走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这就是奇葩人的操作，这不是我的操作，我就看到上次有个人是这么玩的，一直待在这里面，后面还第一，还没死。哼，管他！哇，生命上限有200，真牛！生命上限，那我就用生命上限来给他们。因为我把止血包放成了上限。哎，不对不对，走过头了，走过头了。这是。钱呢？啊，我的精力不够啊！哦，按错了。哎呀，不对！哇，我的体内竟然，我还以为是给人家用的，害我现在弄不了，现在只是我自己的这个珍藏了。
拜拜，他不玩了。解锁道具卡，哎，